对事儿，牵油，我这我也不占位了，反正这凯隐前期也不厉害，占位吧，占位吧。他不刷印记吗？他刷人儿，他可能是想刷人儿，他要杀我。我头一回遇到这千九上单，七，我也没遇着过呀。炸弹！过，过，四带二。行，四带二，行，下一把。我感觉我打这游戏吧，我得勾起你们的这个，就是怎么说呢？勾起你们的火，哎，杀！妈了个巴！都别喷啊！不要喷人都，别喷，给我好好的说话，这样我才能给你们带来这个很好看的弹幕，不是很好看的直播。千九来了，多蓝剑，来直接一脸，一下、两下、三下、四下、五下、六下，这个闪现可以。艾克在点烟呢，艾克。哎呦我操！原来如此，直接闪现吃药。哎，人家打野呀，永远二级抓上；俺们家打野呀，永远在野区刷野。我就真是就服，真的。没招，走了，打了半天呢也不走啊，就在上路一待呀。你们这中野联动属实是一死一中啊，永远的连体婴。你看这兵线，靠自己吧。
韩遵可会七十二变。打完走，不急。你干哈来了？我都搞不懂，你说你个远程跑我近在脸上来呼来，我也不知道要干哈。你少让那皇子来几趟吧，行不行？去修炼个几年，再来招安老孙吧。千珏上单都给我整出来了都。来两把长剑，有妖气。机会，我估摸着他空线，可能皇子还要来。先插个眼儿，再插个眼儿，这波一定不能死啊！我就不上去拼去了。我觉得我老打着峡谷之前打不上去，是不是因为我老顾虑那打野？不放大可以啊，你要有一打二的勇气，大哥呀，哪个英雄？算了，我不跟你犟了，拉倒。你明白就明白，不明白就拉倒吧。这我就不去了啊，我得赶紧回家出装备，然后下波再把他杀了。打吧，我在你旁边。没事，你打他个闪，下波我还杀他，没有关系。
可以打。就是这样。啥意思？啥意思？要二打三啊？先杀艾克吧。哎，这黄子有红 buff 打人挺疼啊。不过上路兵线不错，凯隐已经变身了，可以。凯隐刚才没变身，有点弱，稍微。现在变身呢，还可以。三秒有大，十秒、九秒。100块钱。就170了。这不行啊，这也不值钱呢，亮牌啊。剩下的靠你们自己了，我不行了。我把上路给他带穿。走了，下波拆，这波拆不掉了。应该能回得去，没事。不知道他会不会过来偷印记啊。下了一塔没了，但是龙打了，可以接受啊。这把，哎，散着吧。这把只有我们下路跟中路，还有上路，不是下路跟上路吧？下路、上路跟打野起来的东西。中路这玩意儿呢没啥用。我走了，我往前走，我没法跑了，我没有队友这波。让队友推中吧。哎，这不守中路，把中路守住啊。现在就是缺个鞋，缺呗，来个魔抗鞋吧。我就那个布甲还好像没啥太大的用。
哇，杀杀杀杀杀！几个人往左来，往左来！来来来，全得死！你们全部都得死！没事，他打我刮痧，往前追，可以。千珏，刷。你先上。感觉杀他好像用大招有点浪费了，天飞有点浪费了。我怕他给我换了的，他再有个点炎啥的，再把我换了，咱不合适了。来个水银海吧，我有点害怕，稍微有点害怕。这就属于什么？这就属于不自信，你知道吧？这要是自信点就不放大了。谁来啊？死光了，大龙打不打？这黄侄儿，我估计他可能去打红去了，我找找他，看看啊，是不是这个黄侄儿去打红去了？没有，这黄侄儿跑打下去了，拆塔，不管了，继续。把千珏杀了，来，小龙要不要？你把这个给我看见呢？给我眼儿，有没有眼儿？112块钱，妈呀，真值钱呢！小龙就不要了。我们千万不能让他给杀了啊！就谁杀也行，一定就不能让他给杀了。拿着这玩意儿，我不要了。我再带两波，我们回家。继续吧。再来一波，这最好是别挡。可以啊，加油，兄弟们！我就不去了，看你们的吧。投降了。